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第三卷，就是说十二处的处不可得，具无处所。十二处前面讲过四种了，就是讲到常与味具无处所，现在要讲身处具无处所，就是身根对处尘，这个处都不可得，没有实地可得，所以具无处所。经文说：“阿难，你常晨朝一手摸头，于意云何？此摸所知，虽为难处，难为菜在手，为夫在头。”若在一手投着无知，云何成处？若在一头守着无用，云何明处？若各各有，则你阿难应有二身。若头一手一处所生，则手一头当为一体。若一体者，处则无成。若二体者，处虽为在，在能非所，在所非能，不应虚空于你尘处。是故当知，觉处于身，具无处所；即身于处，二具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是十二处第五。身根处具无处所。佛对阿难说：“你常晨朝一手摸头，说你平常是早上起来都要用手去摸摸你的头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”佛一教经里面说：“你等比丘当自摸头。”一舌是好，捉饭是一，持持应气，一气自佛。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出家人呢，把头发剃掉，光着头皮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在家，无论是男女，一样都是留住长头发，只有出家人。才把头发剃掉，剃除须发。那么既然把头发剃掉，用意何在呢？因为已经把这个装饰使身相好看的那些部分啊，通通都把它舍掉了，剃除头发就表示你是个出家人，把世间的嗜好通通去掉，而且穿的衣服啊是坏色衣。坏色衣啊，就是按照佛制出家人穿的，依四分律说，青、黑、木蓝三种颜色啊，都要在一些色的中间，它不是五正色。青是铜青色，坏青色啊，黑是墨水质去染的这种黑色，也不是正黑，不是发亮的。木兰是赤色，就是咖啡色，这些衣服都把它坏色了，
持钵去托钵乞食了。先生您是个出家人，那么把世间的嗜好通通舍掉。所以这个魔头啊，只是自己提醒自己，哦，我是个出家人啊，头发已经剃得光光的，跟在家人不一样啊，那我应当该怎么做啊？出家人有出家人该做的啊，既然是个出家人，就要像个出家人啊，不能随随便便啊。因此之故，佛平常时都对弟子们说，你们早上起来第一先摸摸自己的头啊，不是去给总统摸头，哎，这是自己摸自己的头啊。自己摸自己的头的用意就是你自己要警觉自己，你是个出家人，你跟普通人不一样啊。那么这个用意，摸头的用意本来是提醒自己是个出家人，现在经文里面所说的摸头啊，利用这个摸头的方式来说明这个身根处尘啊，实际的处所都不可得啊。只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佛的智慧不可思议啊。哎，我们平常讲的处是身体去触其他的东西啊，例如我触到这个桌子是平的，是光滑的，或者是色的啊，什么样的，那么这个身体去接触它会有这个感触。他现在要说这个深处都没有处所啊，他不用这种方式，不是叫你去接触外境，让你自己接触自己啊，这样这个处啊就没有定，没有办法一定。所以用这个手摸头的方式，手也是自己的身体，头也是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身体接触自己的身体跟接触外境不一样的啊。因此可以体验出这个触尘跟身根都没有实地的处所可得，有这个方式啊才能够表达出来。假如以接触外境的方式，那没有办法表达啊，因为它处已经定了，自己的身体接触就没有一定啊。所以接下去经文就说，语意云何，在你阿难的意思认为怎么样啊？此摸所知随为能处，能为是在手，为佛在头，能处的就是有知，身体能接触是有知，所触的是无知。例如我的手去接触这个镯子啊，手是有知，镯子无知，手为能处，镯子为所处，这个有知处无知能够分得出它的处，地点能够分得出来。现在不是的，现在用自己的手去摸自己的头啊，这个摸头的这个所能够知道的这一边啊，能够知道我在接触啊，谁为难处啊？是手为难处还是头为难处啊？所以说能为在手，为乎在头，难处的这一边是在你的手上，手为难处，还是你的头为难处，为乎在头，还是以头为难处啊？下面就变出这个道理来，若在于手头这无知，云何成处啊？假如能知是在手上，那么这个头就变成木头了，它就是无知的，因为能处在手，那头就变成无知啊。因为我的手是有知的，这个头好像这个桌子一样，好像木头石头一样，它就无知，因为我有知处无知啊，才叫做处啊。手为能处，那头就是无知，那么头既然是无知，怎么能够成处啊？啊，
因为你触的是自己的头，而不是外境。云何成处？怎么能够成就生根触接触尘啊，接外境的触尘的这个道理，怎么能够表现得出来啊？因为你的头不是无知，头不是无知，你自己摸摸看，你头知道吗？我手摸到头了，头知道被摸吗？知道的，所以这个头不是无知啊，头是有知。既然是有知，这个触就不能成，因为有知触有知啊，两边都是有知。那如果能再说的话，这个头应当要无知，可是头有知，那这个触成就不能成立，就不能成立啊。这是难处在手这方面来说。如果这个难处在头的话，若在于头啊，守着无用啊。假如这个难处是在头，虽然手接触到头，头知道了，那么应当手就没有知觉，守着无用，没有知觉之用，手没有知觉之用，也就才能叫做触啊。可是现在不是的，手接触到头，头有知，手也有知，那就触成不能成立，因为有知触触有知，那就不叫做触，那个触成就不能成立。既然不能成立呀，那你的触的意义就不能成立，触的触所就不能决定，这是能不在手也不在头，能处的有知不是在手也不是在头，因为必定要一边有知一边无知才能成处。现在你两边都是有知，两边都是有知，这个处成就不能成立。那么接下去说两边都有知了，若各个有，这里阿难应有二身呢，假如各个都有，手也有知，头也有知，那你阿难就变成两个知觉，有两个知觉的知觉存在你的身上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你阿难应当有两个身体，你两个有知嘛，人只有一个有知啊，现在你两个有知，那两个有知，那不就变成你有两个身体吗？这部经说阿难两个身体的话，在第一卷就说过了。第一卷这个七番破妄的时候，第四番就说过了。毗尼之言深言两觉，应有二知，即你一生应成两佛，那是第一次说的。你如果执着你的身也有知，眼也有知，有两个知觉的话，那你就有两个知觉。既然有两个知觉，你一生有两个知觉，那你一生将来要成两个佛，一生两个佛，或者你会说千百亿化身嘛，两个不算起呀，千百亿化身没有错，可是化身是负的，这主啊。主的作用啊，只有一个，主只有一个，就是本尊啊，本尊只有一个，分身不是本尊，分身再多也不是本尊，本尊只有一个，现在你这样子说，身言两觉就变成两个，那就变成两个本尊，那你成佛就要成两尊佛了。不但如此，在第五番也说，若多体者，这成多人。何体为你呀？如果是这个一个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身体，很多的知觉，那哪一个知觉才算是你的？佛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提醒阿难啊，不要只执着这个身体，太执着了，处处都不对。现在如果说你有两个知觉，手也有知觉，头也有知觉，那你有两个知觉在你的身上，那你也是就变成有两个本尊了。那你连这两个本尊还是跟前面说的将来不是要成两尊佛吗？一定不是这个样子
知觉只有一个，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不是个个有，难处有知，不是个个有。接下去说，若头与手一处所生，头也有知，手也有知，但是这个知觉只有一个，一个头跟手是同一个知觉，所以叫做一处所生啊。那么这样子应当头跟手啊是共一体的，既然是共一个身体的话，这是事实啊，事实就是共一个身体。既然共一个身体的话啊，那你的畜生就不能成立。所以说这手与头当为一体，既然是一体，若一体则畜则无成。假如头跟手都是共一个体啊，那就变成畜生不能成立，畜生不能成立。因为手也是身啊，头也是身，身畜生不是畜外境，那么这个畜生的畜不能成立啊，所以畜则无成就不能成立啊。若二体则畜虽为在，在能回所，在所回能。如果说是两个身体的话，头也有体有知，手也有体有知，这两个体，那么你在接触的时候在哪一边呢？在能就不是所，在所就不是能。举例说，我的手是能处啊，那么这个能处在手能，头是所处啊，那么头应当就不能有知，有知就不能成立。现在你两边有知，这个能跟所就分不开啊，所以这个处就不能定。如果你的能知是在所，所处的头，那手应当要无知。可是现在头也有知，手也无知，手也有知，因此两边都是有知的缘故，又是共一体，那么这个处成呢就不能成立，处成不能成立，所以叫做具无处所，两边的处所都不可得。不应虚空与你成处，不应该由虚空来跟你接触啊，不是身体接触身体，而是跟虚空接触，没有这个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，没有这个事情。虚空他不会管这个事情啊，不会来跟你变成一个接触的这个境界，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因此这个身为身根，处为处尘，以手处头的这个情况来看，两边的处所都不能定，两边处所不能定，那就具无处所了。所以是故当知觉处于身，具无处所。觉指这个身体的知觉，处所接触的境界啊，觉是能知啊，处是所知啊，因为是所是应当是无知，可是现在你两边都有知，那这个处所就不可得，不能建立起来，就身跟处都没有一定的处所。既身一处二具希望，那么由此可以知道，你的身体身根是希望，处尘也是希望，没有实体可得啊，本来就非因缘非自然啊，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它本来不是因缘的。前面变这个两个一个能所，这个是因缘生发，虚空一力成出不可能，是非自然性那么既然又不是因缘又不是自然，是什么？就当体明相显性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没有别的东西，当体体悟本有的真体。这是身根处两个处成啊，这个处都不能成立，是处所都不可得。这个道理呀、在我们凡亲想起来很不容易了解，很不容易了解。这主要的用意就是破除它能所的分别，破除这个执着。我们一向认定我的身体为能处，外境为所处，
现在用自己触自己的身体，那么这个触就建立不起来，啊，显示这个触身没有实体可得，用意主要是还是破除这个执着，啊，十二处的最后一个，啊，就是第六，一法具无处所，这个比较难以了解，因为是在内心无形无相的境界，嗯，啊，经文说。阿难，你常意中所缘善恶无记三性生成法则，此法为乎即心所生，唯当离心别有处别有方所。阿难，若即心者，法则非尘，非心所缘。缘何成出啊？若离于心，别有方所，这法自性为知，非知。知则明心，一离非尘，同他心量。即离即心，缘何离心更二于离？若非知者。此尘既非色声香味离合冷暖举虚空相，但以何在？今夜色空都无表示，不应人间更有空外，心非所缘，处从随离。是故当知，法则于心，即无处所。则欲以法，二俱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心。这是完全属于内心的境界，比较不容易明白。佛的阿难说，你常意中所缘善。恶无记三性，这个所缘的境界啊，不出三种情况，不是善的就是恶的，如果不是善恶，那就是无记，没有善恶可记，这个叫做三性，我们心里所想的东西，所想的境界，所想的事情。不是想善法就会想恶法，如果想的也不是善也不是恶，那就是无记性啊，无善恶可记，就是属于无记性啊。那么你平常在异地之中所缘的法尘境界不出这三性，异跟所缘的是法尘，法尘是什么呢？前五根对五尘所有的落泄影子，落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心地里面。那么第七识就是一根，去搬出来，让第六意识去分别，那就叫做一根对法尘。这个法尘呢？眼见色，比如说你看到佛像生欢喜心，那是善心啊，那你或者是看到这个外边的种种情境，例如不是吃素的人看到这个鱼很肥，哦，这个肉必定很好吃，动这个心情，那就是恶心，想吃肉嘛，就是恶心啊。或者是你缘的，哎，看到这个树木花草，它也不是善，也不是恶，那就是属于无记性。是眼根所看的三性境界，落在你的异地当中。那么没有事的时候呢，你自己搬出了原力，搬出了原力。那么一根就对住这个异地里面，地八罗耶识里面所存留的这个沉静啊，哎。你坐在哪里没有事的时候，
想到我刚才到什么地方，看到佛像，这个佛像多庄严啊，如何如何，这是善性，你所缘的法尘是善性。哎，你会想到哦，慢慢抵抗想吃，那就是恶性，想吃肉恶性。哎，你看到这个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，没有什么事，与你没有什么关系，这是无记性，因为也不是善，也不是恶，啊，那么这是你意地所缘的眼根所对的色尘，所有的三性的境界，耳根对声尘也是一样，鼻根对香尘也是一样，舌根对味尘也是一样，身根对触尘都有这三性。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8660，012001198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节目异动，9月4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播出。于茄咽口失食药集，原节目暂停一次。